在的交代，并在咱主耶稣基督恩典，伊虽然本来真富足，却为着恁诚做善食，是欲予恁对伊的善食来诚做富足。第十节，关于这项代志，我建议恁着去完成去年开始的募款。恁毋但是大心行动的，嘛是大心感恩安做的。再一再，打拼去完成这个工作，用祈祷的心，尽力来甲伊完成。再一再，恁若有奉献的热心，上帝就欢喜接纳恁所有的，未要求恁所有的。再三再。我毋是爱你强横内度来互别人脚疗伤，是爱你有机会互相帮助。第四代，既然恁即马富裕，就真济善食人，通听候善食因富裕的时，伊嘛会当甲恁真济，安尼双方都有机会互相帮助。第十五代，对照经典所记载，捡一个无春，捡少个无吃。但今仔日圣诞节就吃到吃，下面林世荣牧师要予咱个信息，智慧人生。吃人家真少。讲遐真个。总是老张我来的，另外一块就是有没有在关系。咱的生活常常会拄到真多压力，刚才出事有一个压力，无论是台湾还是美国，拢有同款。咱要跟顺成说。聊天的时候，但没有一个。以前我伫遮是，敢十五趴就会使，不然咧，过阵时来讲，我好不了好多，就讲今后，今后恁来，才写18.5的小费。啊，所以即马，伊无摕18.5的小费。一顿米大是讲没办法的，总是咱天时八节有社会心来经营我。讲以前我才十五，啊，即马让你十八点多啊，你搁咧，你搁咧嫌钱少。所以咱有时伫咱生活内底投资，当作咱真需要的代。啊，有时刚刚讲做比较大，是毋是对这块？就是讲物质的生活较勉强追求哈，所以因为耶稣捌讲过，讲人的话呢，不是在伊所接触的方向，意思就讲你接触遐尼济是无一定有较好。因为耶稣讲一句话后边，伊佫对落来就讲物质的功功的富啦。啊，这个故事是咧讲安怎？就是咧讲一个富人，伊真够投资，真够趁钱，趁到互伊七千块银元，所以就呾呾银元讲银元啊，你爱还较久个，吼、哦，爱像偌长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拄仔来呾伊取一个七千块的，会当享受搁较久个，吼、哦，我切啊是。啊、所以上帝讲，戆人啊，若今日我要摕你的性命的时，你只物件要归什么人？所以咱人生有时其实是照咱所想，有时咱就爱照上帝，还是讲照主要所指导、所教示咱来行。今日这段的经文的背景。波罗，因为巴勒斯坦迄个所在，经营的严格，
啊，所以地教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就无教堂了，这样，所以保罗就伫海外，用伊的影响力来影响这些教会，讲我哪会当提高较，不是提高，就提高是来帮助咱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大家拢有好处，因为这嘛是对教会一种的，咱讲回馈啦、礼拜啦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时，有一个真甘心的教会，就是马其顿教会。照圣经的记载，遐毋是真富足的教会，总是因靠真远。所以有时咱咧看。圣经所谓教示的，虽然有着讲咱教十分之一，总是伫遮，伊要来甲咱讲，是讲咱若会当十分之一以外，咱阁有能力来当阁帮咱阁较济人。其实伫上帝恩赐的内底，毋是干呐讲咱有钱，这是上帝恩赐。上帝恩赐，予咱伫无同款的所在。咱的信心、口才、才办、热情，还是讲对肢体的疼，这拢是咱的恩赐。所以咱若不是讲钱足济，咱嘛会使伫其他的方面，咱来将咱的恩赐来奉献，无论是人的心中，伫教会的心中，还是上帝个。这东西对咱真好诶、所以这就是保罗伫遮所要勉励。保罗讲方言，毋是出自人诶命令，讲牧师叫我献，所以我就献，毋是，是出自你诶热心，还是讲你感觉讲上帝对你诶恩典有偌大，因为咱感谢着耶稣基督对咱诶。所以咱唔爱来。啊，伫遮，伊因为伊诶，咱知影耶稣本来是伫天顶，总是伊愿意为着咱，伊拼工来到伊无诶所在，毋是伊无，是伊愿意放弃迄个无，来互每一个人一定搁较有。哦，这是。咱即马就是对互相帮助即块个概念，起来。啊，所以当阮咧开讲个时，毛讲伫高山是人有困难吼、因为即摆地震损害足大，伫大个所在拢有来方面。啊，迄当阵迄个阮状元长老伊就有讲，讲因教会也有要安尼做，因为伊个教会也真细，总是感觉讲奉献个数字也无够遐尔济，所以愿意讲搁延长一个月，予大家摕搁较济钱出来。这是真好个现象，意思就是讲，当咱个朋友，还是讲咱个隔壁个教会有困难的时，咱愿意。出力来帮助你，啊！这款愿意会乎无好的代志，还是讲本来你拄着悲伤的代志，还是清惨的代志，后来变做好。伫一百万年前，伫英国一个乡村，啊，有一个做田人，拄好咧做田的时，爱边啊。啊！忽然间听到一个囡仔声，一个话讲：“救啊！救命！救命！”啊！这个老母因为伊会晓受罪，所以就话题把迄囡仔救起来。啊！这个囡仔老爸就非常的感动，就要提钱哦。啊！伊就讲唔免，我无欠这個钱。后来探听的结果，讲伊个囡仔非常的聪明。总是无钱头去读大学，所以伊讲安尼好，我来负
将你的囡仔教，安尼就可以读医学院毕业。后来医学院毕业了后，伊就发明一种药啊，叫做培林西林。啊，这药、個、啊发明出来，本来咱这個人就是什么人？这就是培林，啊，就名叫 Freeman 啊，伊代是1881年，伊当初出世。啊，迄个电话，迄个就是因迄个好命人个囡仔，本来爱求迄个后来伊有一摆气啊，总是因为这个皮尼西林的发明，伊用这个药啊了，就紧就好。咱知影以前，咱啊用气片还是用气啊，检查就是爱滴个听。哦，总是因为这个囡仔伊个发病。这医生也发明，就救着这个人。啊，咱知影这个人就是Winston 迄个 Churchill 啊。所以你需要人帮助的时，你人帮助，你帮助伊，啊，伊也帮助你的囝，哦，伊的囝读大学，伊想讲安尼读大学，总是伊的稳定，唔然呢，伊帮助伊读大学了后。伊下年毕业做医生研究，发明这个药啊，后来救着伊个囝。所以这块咱讲善行啊，好个好所行，会影响着。看起来敢若对伊以后，总是后来对伊个人也好，你后读大学，所以伊会当来研究救伊个人个囝。啊，所以报恩是一种个好个精神。加保罗也是强调，基督徒爱互相补充迄个有甲无的中间。哦，所以咱定教会有足侪时，咱拢会有别个教会来咱个所在无款，讲啊，我欲建堂，还是我欲做啥？啊，咱哪会当伫迄个时代帮助的时，有时咱就会当，唔来干那帮助伊。今日太经文的上尾，就是第十五章，内底有讲，捡多的无出，捡少的无行。哦，这就是为出来记载，伊当初咧记载伫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的时，咧捡玛纳。哦，啊，上帝有来吩咐，讲，但是你若需要偌济，你就得偌济。啊，有人就唔信。唔信邪，就讲我看看要加扣，结果到第时间的时候，你加扣的吃无去的，就是烂去。当时你若到安尼这个情啊，你就是爱加扣，啊，迄个是就袂烂。所以你若想讲你厝的人较侪，你就扣较侪；啊，厝的人较少，啊，你就扣较少。啊，所以人家讲讲。捡多无剩，捡少也无欠，所以这嘛是咧讲上帝咧奖金，以色列人遐尼济出来金，总是上帝奖金，啊，互因无欠。哦，所以伫新约内底耶稣嘛同伊讲，讲咱的性命是会比牛较大嘛吼、哦，所以咱伊伫遮所要讲的。就是讲，叫咱唔免烦恼遮尔济代志。哦，咱若有这个认识了后，咱就当知影讲是安怎以色列人伫旷野40年，因无法度逃亡的失败。哦，这就是甲因捡玛纳迄块是真同款。啊，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咧生活的时，大家同款的，可以经验。保罗讲到奉献，伊唔难讲到生命，伊嘛有讲到恩典。而且恩典有三种，一种是上帝的恩典，一种是耶稣的恩典，另外一种就是予人的吼，就是讲咱兄弟姊妹中间，还是讲人甲人中间这块的恩典。啊，想到这个时，我最近我。即摆来遮，
啊，因为伊知影恁大人知影我甲罗丁路的关系，甲别人无啥物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因为阮太太拢有帮在伊做网站，啊，即做即个网站做十几年，所以罗丁路是非常的感谢的，吼、哦，从阮会当做做即个代志，但是做即个代志，毋是讲我对罗丁路，啊，是讲阮对罗丁路。伊罗丁路做这個，毋是伊去摕来卖啊。吼、哦，讲恁若看一笔就爱十块，伊毋是安尼，伊是摕互全世界人看。伊嘛是付出的啊，啊，所以伊付出，伊互别人看，啊，是安怎伊爱感谢我？感谢我，毋免，因为我看到伊付出，所以我嘛付出。这不是讲伊爱感谢我，是爱阮爱感谢伊，因为有伊，全世界的人才会当看到台湾史这个宝贵的资料。这嘛是今日是安怎彭老师的这个所在的原因。吼、哦，咱拢知影，大张老对这个教，不是讲对这个教，对台湾的教界还是讲。台湾的历史界，甚至台湾图书馆界，各方面，伊拢安尼付出。哦，所以伊付出，伊毋是讲要卖钱。我嘛捌听伊讲，迄当阵大学时人伊讲，罗丁老弟，迄看偌济我来卖。罗丁老讲，这是本钱，这毋是钱，会当买卖。若用钱会当买卖，迄就毋是。所以一般的人，咱常常咧想讲哦，咱有诶，却毋是。咱所有诶，哦，咱讲所有，啊，另外一种就是无嘛，所无跟所有，哦，这华语较会当称作迄个概念。就是有时咱啊，看讲，干那看咱有诶是，咱会失去。咱无法去的所在，哦，所以家属、叔叔、罗丁路，若将伊遐资料完全卖予大学生啊，真是，今日我带来分享这个所在，因为迄个物件就无去啊，罗丁路就无迄、那个，啊，伊迄个资料迄、那个。啊，若无迄个物件，迄、那个文件就是无去啊。啊，因为大丁路个毋是安尼个人，伊就是爱将伊即个文件，上帝对伊个文件，耶稣对伊个文件，伊来分享互别人。啊，所以咱遮保罗叫咱讲，目睭爱看啊。啊，有时咱咧做代志个时，咱两个人看头前，真个。讲个讲，咱大项要计较。最近甲小陈姐有交代来，伊讲咱人生遐个底吼，啊毋免明明知知，然后咧大项代志计较，啊实在是这是足好个观念。就是讲咱伫人生遮个底，大项代志若要计较，实在是通计较袂。那是安尼不足，咱即马来做一个，大项代志无计较，因为咱所得到的是为上帝甲耶稣遐来的，就是这样。啊，那安尼的是，咱从咱的心神奉献到上帝，那安尼上帝就会赐福给咱。非难哦。伊是牛津是迄个爱尔兰的迄个天主教的护的啦，啊，伊甲伊的太太住伫 San Francisco 是一个小小的公寓，啊，伊无爱穿名牌啊，无爱食好的物件，啊嘛无使食啦，就是家己无吃，啊，若去餐厅拢会对小，看你小费是呾摕几块块。
Australia 吼，伊越南吼，北纽南吼，南非、泰国，迄个 Cuba 啊，加爱尔兰吼，伊只个所在奉献伊足济钱，伫教育、科学、医学、老人个教育甲另外个点。伊伫1982年伊成立大西洋个慈善基金，啊，伫迄个基金。上头啊，15年，伊即个机构收着，即钱拢几千万、几千万咧，即来讲，哎呦，即是毋是人人卖毒品来的钱，还是无正当的钱？结果伊即个执行长吼，就来讲，你毋免烦恼，即个钱拢是正确，啊，毋是正确，正当的，吼，所以恁安心来用，总是毋是。恁拢袂使去讲，即个钱是为什么大西洋基金来，还是啥？拢袂使写遮个啦。啊，伫1987年，即个南非个公司叫做 DFS， 已经咱也坐飞机拢也看到迄个免税商店吼 ，DFS 你嘛无去啊？就是因为伊搭即个 Duty Free Shoppers。LV 是世界上大的迄个奢侈品的品牌吼。啊，到迄当阵，人家知影讲哦，啊，这个人就是迄个奉献遐尼真心的啦。因为这卖去了，伊摕到的钱非常的多。哦，啊，照统计讲，伊伫迄当阵就已经奉献的钱也已经超过。Rockefeller Foundation 啊，因为伊个人足老气，啊，奉献伊拢不爱出名，啊，捐款的消息拢不爱出过纸吼，啊，拒绝人个讲，怎么挑啊写讲这个是啥奉献的，伊讲一概拒绝。啊，所以伫2016年，伊来所有的过程。美金哦，不是大钱，还是钱。美金哦，奉献出去。啊，迄当阵我捌看一个资料咧统计，讲伊奉献是世界第七大啦，吼。当然就比尔盖茨，沃伦巴菲特，吼，人家人当然排伫头前。总是伊八十名排伫第七名，总是。伊奉献的迄、那个，就是讲伊的钱，比如说伊本来存150万尔，伊奉献80个，安尼是咪概念？就是讲伊奉献的钱是伊即马所有的4万5千倍，所以150万存的钱都是伊奉献出去的是80个，啊伊就想讲。第一世以前，要把伊遮个钱奉献掉吼，总是伊有达到目的啊，80个拢讲出去啊。伊即个做法，和比尔盖茨、甲沃伦巴菲特吼，因真受伊个感动，所以因就成立基金会，然后伊阁鼓舞遮有钱人。成立一个叫 Giving Preach 的 group， 吼，就是要来奉献。啊，伊有着81个好家人吼，叫因参加这款的。啊，讲同意讲，你上少奉献50%做这慈善的基金。啊，人就讲问伊讲，人吼，伊讲人，伊家己讲的吼。讲人也问我讲，爱安怎快乐？安怎互你会快乐啊？你做啥物代志互你快乐？伊讲吼，当我来帮助人时，我着快乐；啊，我若无帮助人，我着不快乐。啊，所以伊个快乐是建立伫伊咧帮助人个顶面。所以我伊讲，我看袂见讲有啥物理由，通我来捐钱。我钱都要奉献，我看无啥物理由，我要留。
啊，那就咱媒体就咱问讲，啊是安怎？你做一摆，要达所有的钱拢后面了了，伊应一句话足出名，因为讲我的观察内底的迄个果师傅吼，你若知影讲犹太人面拢是安尼。内底无茶啊！你较侪钱，你都袂当提点你的茶啊内底啊。所以150万，还到伊死都已经有够用。伊出的钱，伊无法度砸去啊。所以钱财本身是无好还是歹，咱来看伊的用途。你若用伫好个所在，伊就是变做你个好个路宝吼，好个成长个路宝。啊，若无是，就是变做歹主啦。所以基督徒伫行好个代志个顶面慷慨，这是信心个表现，啊嘛是得到福气个一种个途径吼，就是即个途径啦。哦，所以咱会看见上帝对天顶变福气。英国出名的文学家 C.S. Lewis 伊捌讲吼，讲我唔相信人会当决定啥物人爱好演偌济吼。伊一安全的知识，就讲基督徒你若要安怎来决定你要好演，伊一个安全的知识就是讲好演超过你定个所的蛋糕。吼，这是迄个 C.S. Lewis 出名的英国的。家己所讲的，嘛是基督教的人家啦。唔嘛，咱会当好好利用上帝吼，咱来做啊，来画出上帝的关键好的模样，咱来过一个。只要是伫迄块土地顶面，啊，正做是当代一个模范的人，啊，咱会当真简单一个绘本，哦，帮助咱甲咱个细囝做起来看起着，咱过去伫台湾所发生个遮侪侪代志，啊，我想真紧嘛，可能有影响到了，诶，一个绘本个内容出现，啊，即款即个绘本个吼，除了中文版以外嘛，英文版，啊，如果这是对日本来，我阮就做一个文版，哦，所以请大家继续关心。即目前，啊，台湾教育部社啊是真努力在做一个绘本的一个计划计划。啊，今仔日我毛早淡薄的这个公布吼，教育公布，这内底有两期，一期是因为头版有记录着大张乐伊的一个一生吼，简单一个过去。啊，另外一期是第四版、第五版内面有这个做一个专题。啊，这专题内面吼，包括着张乐，包括着谢老师。有去怀念着过去嘛，顶落伊所做啊一挂代志，哦啊，这是因来所带来，啊，希望咱伫这波士顿这个所在啊继续吼，啊，甲这个美国社会会当结连，啊嘛继续关心着台湾社会所要发生的最，啊，感恩多，多谢大家。